合是海难波勒的危险关系四重奏。然后会选这段是因为之前戏上有制作，然后在更早之前有读过，里面对于性与扮演还有宗教的辩证和挑战。陆陆男请勿翻拍这样子，对，他就是这样呛的一个男生。所以就是那个男生写的。对，就是那个男生写的。你确定他愿意让帮你念？不是，因为他就现在是匿名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也不在场。你确定？没有错，应该对我200%他不在场这样子。再赶快念吧。OK， 那这个是会自己写一些诗集，没错。然后我第一页的最末端就是写说，世界上你最无法隐藏的是你爱一个的眼神。然后我就问，就是因为已经被逼到了极点，体制内已经完全无效了。体制都被你们最爱的马政府给玩完了，司法皇后的嘴巴、阴道、屁眼，所有洞都被马政府擦过一轮了。现在他们也必须要寻求体制外以人权最基本的价值来抗争，回顾自己跟自己的国家。你们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以为秩序就是民主，以为好，可以，就是你曾在山脚下扎营，你曾奔驰牧场，你曾反复漫步烈日旱地，你曾看台地为友。你知道他的喜怒无常吗？那么聆听荒野的声音，他在呼唤。好，聆听荒野的声音，他在呼唤。好，来念一下你觉得危险的段落。好，说也奇怪，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、成双的，没有单个的。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着，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，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。像是他们都配了对，结了婚，而且各自有牺牲命送到这世界上来。比方说缸子似的是非是鱼，大缸下的草虫，猪槽子下的蘑菇等等。题目是边走边活摘器官。当我濒临死亡的时候，你帮我装叶克墨，你说这样可以救我的命。当我健健康康的时候，你帮我装叶克膜，你说这样我的器官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。当我发现苍井空有五马外流的时候，你帮我装叶克膜，你说这样生产出来的蛋白质精华液比较香比较浓，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。我可以算你便宜一点，约为外国人价格的一半。好，念完了。时间现在才要开始，谢谢各位，晚安。